蒜素的给它翻炒均匀，再淋入少许的白酒，这样炒出的花生更加的酥脆，不容易反潮。好，我们关火，然后开始调味。盐15克，白糖3克，增鲜，快速的给它翻炒均匀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我们准备装盘，好，这样我们这一款香辣酒鬼花生制作完成，我替大家尝一个，非常的酥脆，吃着非常的过瘾。好，你学会了吗？学会了就赶紧给家里人试试吧。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分享到这了，如果本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，请帮忙点赞、转发、收藏，非常感谢你的支持。下期视频我会为大家分享更加精彩的内容。